选举管理委员会完成对选举事务处遗失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一本选民登记册的调查。选管会主席冯华公布调查报告，报告说由于事隔多时和缺乏直接的证据，无从确定选民登记册几时和怎样遗失，不过调查发现处理选举文件的程序确有不当。首先，為了減低人為出錯機會，選管會認為選舉事務處應該思考怎樣去解決投票站工作人員工時過長的問題。他們當時其實都已經工作了超過30小時了，我們是信納他們有包好文件，但是亦都不能夠排除因為疲倦和運送的過程是中間有出錯的。至於儲存文件、倉庫管理方面，亦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因為呢，我們現在是得不到所需要的面積的倉庫，選舉事務處和政府相關部門，例如政府產業處，應該是將這個選舉的倉庫是的安排呢，就是重視來到解決的問題。除了選舉事務處的倉庫，它辦公室都是很分散的，集中是亦都是能夠更有效地去發揮它的運作的。選管會並且注意到前總選舉事務主任在2019年公開說，屬下人員從未向他匯報，未能夠找回登記冊，但是根據他2018年的電郵和廉政公署同年的便簽，他的說法和事實不符。选管会认为那名前总选举事务主任身为部门首长，应该更加审慎和小心，确保向公众发放正确的信息。